这歌词就写着就是这样写的，对不对？你看到所有东西，哎呀，你说的算不一定哦，天地说的算才是真的，是不是？但是天地凭什么说你这件事一定成？凭天律，对不对？那在超马事件里面，哎，就很巧。就刚好抽一抽，抽一抽，刚好就过关，过关，过关，就这样。哦，那迫不及待调成根。如果我们都知道，在超马世界里面，好事连连。如果你都知道，那你真的，我跟你讲，你睡着笑醒，是不是？既然都是好事，哎呀，真期待，等一下又一个什么好事发生，说迫不及待。调成根就是煮好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有时候歌词是意境，是吧？你不要说老师什么根，鱿鱼根吗？这是一种形容词，好吧？嗯，好，好，这边还真的问了，想询问老师为什么要调成根，还夸胡 ，sparking eyes， 滴滴滴，是不是？不调成根，你怎么吃呢？你那调成根才是，但你不要问我什么根呢、啊？肉根、花枝根都是根，是不是？重点是那个根有没有成才是重点嘛，是不是？我跟你讲，我不经常在讲，当人有成就的时候，你只有谢天，谢天地、啊，是不是？想起你的恩人，感恩的，因为谁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件事一定成或一定怎么样？是不是成了你高兴？那如果不成呢？但如果今天成了，哦，你都算你的。那天地说，那我们算什么？是不是？所以下次你要再去做什么事，搞不好就不成了。你说那么邪门吗？不一定，是不是？那既然你已经尝到甜的滋味了，那你就好好的。珍惜这一切的因缘，感恩呢、啊，知恩感恩，感恩知恩，要一直交替的做着，是不是？这又讲到一件事，我不讲说富不过三代的这个传言，那是一般红尘中人。如果你天天知恩感恩感恩知恩知恩感恩感恩知恩知恩知恩感恩感恩。你什么富不过三代？你应该每天都富啊！生生世世不是只有一代，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人不能够啊、哦，这个得了以后呢，就这个露馅，你知道吧？前面都很那个恭敬，怎么样？感恩天地。是不是感恩导师成了以后什么对不对我已经演过了对不对小杨啊阿德啊对不对都出来了对吧小明都出来了这种东西、啊、最好不要被天知道被天知道天不会饶你一定把你东西全部交回去因为天地最讨厌这种人，忘恩负义。